富里乡风景优美，除了有家喻户晓的小天祥、天空梯田，还有六十石山金针花园之外，罗山大池也是非常美丽。乡公所为了推广观光，特别举办第一届富里乡公所全国摄影大赛，即日起到10月31号受理征件。比赛呢分为风景组、人文组、空拍组，总奖金高达50万元。也欢迎全国摄影爱好者到富里乡来走走看看，发掘富里之美。富里乡有家喻户晓的小天祥、天空梯田、六十石山金针花园区、罗山大池等美不胜收。乡公所为了要推广观光，办理第一届富里乡公所全国的摄影大赛，把我们富里乡的不管是文化的部分的话，或者是天然的美景的部分，或者是人文的部分的话，都能够让全国各地的相关的游客啊，或者是喜好的摄影者的部分的话，来到我们富里乡欣赏我们富里的美感哈。摄影活动主题是以谈吐美摄、富里谁与争锋为摄影主题，呈现独一无二的角度观看富里的风景以及人文之美，拍摄出触动人心的魅力故事。分为这个空拍组啊、人文组跟自然组，总共有45位的。佳作的部分的话，能够可以获得这个奖励。我期待哈，我们全国各地的游客还是摄影者啊，可以来到从我们今年的1月1号一直到我们10月31号，在我们富里乡来这走走看看。这次大赛更寄出高额奖金，吸引各路摄影好手，以各组金牌奖金50000元、银牌奖金30000元、铜牌奖金则是20000元，以及佳作12名各得5000元，总奖金高达50万元。最主要目的是为了要记录富里乡的美、人文、风景，让更多人知道富里乡，更多人可以分享富里的好故事。记者高双双富里乡采访报道。